对啊，内线倒对啊，他向左转，你就要内线倒啊。什么路？文昌路。文昌路左转啊。那边下一组。这个兴，这个兴顺路。这里我们来住过那个民宿啊，左边有一个民宿啊，好像不是，对呀、啊，对了、啊，那个餐厅我们吃过啊，九个浪啊，很著名的哎呀、啊，餐厅，九个浪，这个、啊、九个浪有没有？啊，右手边这个是民宿啊，住在这里啊，住五天啊，金门餐厅啊，住五天，哎呀。金门餐厅啊，因为那次来台中来十几天了呀、啊。哦，就是去了绿岛、啊，还有去兰屿。对对。兰屿有去吗？有啊，兰屿没有，去绿岛而已。应该兰屿要去。还有就是要等那个船。不是啊，等那个热气，那个热气球啦。哦。哎呀，热气球我们不晓得它该延期呀、啊。哦。来再等啊，不然回去等。浪费那个钱，哦，反正我们没有事。嗯。啊，住民宿也是差不多，但是我们刚好多玩几个地方啊。嗯。边啊，顺走。啊，这过去才太久那条。你不要太靠近，有时候人家开门出来了。